안녕。今天呢，这一集呢是韩国 vlog， 我已经一年多，快一年没有拍了耶。然后浓缩一下韩国这一次旅行的全部的精华。那我们就开始喽 ，Go go。早安，今天是韩国正式第一天。昨天是很晚才下飞机，昨天3点多的飞机到韩国都已经是韩国的7点了吧？其实本来是想说今天可以先睡到爽，然后随便附近吃一下就好。但是呢，想要去吃那个漂亮的意式餐厅，算意式吧 ？OK。我在想我今天要穿什么。我现在穿的是一个 bra top 啊，这个是我之前影片就分享过的，是 Choo Choo Style 的 bra top。我现在想要穿哪一色出门？奶茶色、奶杏色、白色。然后我很喜欢它的这个布料，很亲肤，然后有点弹性。里面的垫垫呢，就我另外买的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这一支。对，反正里面的垫垫就很舒服。我是在想说这样子，然后搭 UU 的牛仔衬衫。比较轻松、中性、小男孩风，又很好跑跳的这种，还是这样？怎么样？好麻烦？好，好，是不是可以？因为等一下餐厅好像比较适合这个风格。将，这个是 Juni 的6月鞋子联名，可以穿着逛街的那一种，魔鬼毡，超级轻，底很 Q 很 Q， 大家有看到那支影片的吗？详情可以去看这一支，还有我的配件，这样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外套也是上次去日本买的，马欧兹的皱皱风衣外套，戒指。还有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快速导览一下我们的饭店，这一间呢叫做 Rice， 然后它是在弘大9号出口走，大概6-7分钟就会到的。它是在一个弘大超级热闹的经典区域，就我一走出去，可能2-3分钟就会到弘大中心点，里面很热闹，有吃的，有卖衣服的那一条。因为我们4个人嘛，所以我们就是订2张双人床，然后采光很好，大片玻璃，用色也很特别，有一种大安金普顿的错觉。但是呢，我就仔细看，都会发现一些斑驳的小瑕疵，就会觉得它是有年代的。可是这间饭店的外形，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新。厕所也很漂亮，厕所我觉得很棒，就是又大又干净又时髦。但是我目前睡了一晚的缺点就是枕头好难睡哦。各位，这家餐厅大爆满了，等了1个多小时。给大家看它的庭院区，超漂亮！哇，这里很有 feel 哎。好可惜下雨哦。认真。假设坐这里的话，我们的午餐。我也好喜欢那边的座位哦，很像那种复古的泡沫红茶店会有，然后但是又结合了现代的美感。好好看哦，白松露意大利面，小章鱼酱油口味的意大利面，很韩式的。对，还有这个君说很好吃的法式吐司，超级配香蕉，南瓜浓汤，滴管面，它的后院有座位。但是下雨，可惜，太可惜了。那真的做得很漂亮，很有 feel 哎。对啊，怎么想到那边做镜子啊？怎么想到这里可以做镜子啊？怎么想到的、啊？请问韩国人的美感哪边学的？怎么那么棒啊？瑞君已经来吃过了，他说东西好吃，服务又好，真的态度超好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来。把我们的现金存到那个叫什么现金卡，就像现金卡的概念，像悠悠卡，我们买东西又打车，这个是更好用的。这样其实也没多少，对，也没多少。可是超级厚，你要结账的时候真的很麻烦，所以我们就找这一台橘色的机器，它上面会写换钱，要带护照哟。是的，
这边，而且这边有很多文，这边有很多语言、就是、啊 ，Wall Pass， 对，就是这张，哎、欸，这个按预付卡，对，发行发行新卡，然后、wow、因为我们已经换了韩币了，所以就直接存韩币进去就好。好，那如果是其他币值的话，币值的你可以点这个，哦、我可以现场换钱，现场换钱，那这汇率算是正常汇率的，对，蛮正常，最近就是这样。哎、欸，很棒哎、欸！好，那我们就存这个了。好啊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有韩币了。然后要刷你的护照。那第一次注册他会跟你拿5000韩元。来 ，OK， 就这样，这么简单。也有10000块。嗯，好啊。台币。要注意的就是他只能放50000、10000跟5000，1000元是不能存的哟。卡，发行卡。它是也可以刷 T 码、哦，所以它是 T money 跟这张现金卡一起。啊、就不用再买新马里。哇哦！这样，然后还有3步骤，来，请你按，而且它很有质感。哎、欸，看这个，很有质感，很像银行发的卡，很像什么礼物卡？对 ，The One Pass。嘿嘿，我们刚才回饭店小休息一下，整理一下，因为刚才刘海好油。然后现在呢，因为饭店的里面就有一个 Vans 的。算是小的快闪店的感觉吗？好可爱，洗澡的耶！可是很热哎，怎么办？好可爱的毛衣哦，真的很可爱，超可爱！是不是要买下来？冬天穿。好可爱的。哎、欸，这双也很好看哎，这是写着你的名字，是我的，紫色毛毛。它的鞋带居然是可以灰紫色哎，他不可能不买吧？可能。你真的不买的话，我会怀疑你。这怀疑我是谁？可爱哦。买了买了，好烦，雨很大。我佩服你耶，还可以，这是他的辛苦，下雨还要拍片。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拍韩国的 vlog， 哦，记录记拍一下。我点济州奶绿配珍珠30度的糖，太甜了，珍珠真的好好吃哦，真太甜了，大家可以直接无糖。济州奶绿就是抹茶的意思。我们现在来吃一间猪脚店，哇，桌子太小，哇。它其实最高放快，可是它会做到你辣吗？它很能吃辣，我眼泪要掉下来。嗯，你蛮好吃的，我看太辣了，真的太辣了，就这里攻击。逛街逛到一半，遇到演唱会。这间我去年有来逛，很好逛，有时髦的款式，也有很简单的。好长，好棒！这一间是高个天堂，怎么样？好好看哦！怎么样？啊，超可爱！还是是因为鞋子不对啊？我看一下，我看正面。我觉得不对劲。对啊，失败了。啊，很像那个美人鱼。失败了。失败了，赶快藏进去。失败了，得了。高个天堂了，可爱，阿呆，大概这里吧。对啊，我喜欢握下面一点。超级可爱，这是我们的宏大战利品，给大家看一整个战队的样子。讲讲，你们好笑。风间好适合，不知道为什么超级合理的。小心，一整组的这个战队，哎，韩国人真的很会弄这些呢，就在路上就随便都可以买得到。Ready 好了，还没。哎，为什么还没？我们要出门了，下雨的关系，好凉哦，好险，好险！昨天买了一件毛外套，
居然在这个时间，这个五月底还买毛外套，不可能耶。哦，韩国咖啡厅真的随便一间都很好看。下一栋。好的。哇，这间很漂亮耶。随便都好看。天哪，下雨天的刘海就是又油。又油又湿哎，我的天哪！又垮又塌。好险，我有带那个干洗发出门。我的天！这花也太大朵了吧！这是巨石的花，好漂亮哦！哎，在路边就有玫瑰花，不可能哎，只有韩国有可能而已。哇！这样菱也看起来太好吃了吧？菱，他很聪明，他为了要给他堆高高，对对，他用盘子垫着哎。到了，延南洞这边呢，真的很多咖啡厅，很漂亮。哇哦，像一个艺术品哎，好像什么展览哦。刘海还可以。可以。我们去对面逛逛，对面有一间很可爱的皮夹店吗？包包店，白色这一栋，紫色系很可爱耶。哦，绿色的，银色好好看哦。这拉链是连在一起的，这有点，虽然是可以拉开了。这会很黏吗？不会啊，这个也很好看，这个绿很漂亮。可以笑吗？什么意思？你说男生可不可以用？可以啦，只要笑你啊。啊，我会选这个，很有质感。这个好方便哦，这边放零钱，然后这边放钞票，这边放卡。平常都坐在这里，他坐在里面，好棒哦。绿色也推推，这样也很可爱。我最爱的配色，紫配绿。现代百货，我们搭了20分钟的计程车，来到这边。去年7月有一些小快闪店，我们是卡在那个香水区卡很久吗？对。但这里的品牌非常非常多，而且它的美食街其实很多选择，超多。我们上次来吃，是没有到难吃，炸酱面、葱麻面还不错，还行。冲击用，但是不会觉得饿。对，还不错，好像一个什么美妆品牌的快餐 ，Innisfree， 好像哦。这是什么？人参？它是人参的什么？我看到了，风西出世，柿子。柿子。他们把人参拿来做成。炸物跟饮料，炸物哎。B two 是潮流服饰，可爱耶。阿雷五十，对啊，我才想问你会穿吗？会啊，好 Q 哦。他是做那个亮面的哎。对呀、啊，很可爱耶。2.45刚刚好，可爱吗？不太近。不会。他的鞋很软。嗯，可是底很蛮扁的。哦。这种好像都是偏扁。好可爱。对，而且它的亮面反而会显得很 Q， 不是怂的。之前有点想买这个购物袋，彩色购物袋都很缤纷。天哪，你讲就是你衣服的配色吗？对呀、啊，可爱吗？这个感觉比较对啊，这比较可爱。这辣妹会穿的吗？它是现在很红的韩牌 Maliday， 好看啊，我觉得灰色。黑色很顺眼。各位，回饭店了，回来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健康的啊。直接那个，还好更衣，还好有穿呢、欸，不然我就不好洗啊。好啦，我们回饭店了。刚刚这太狼狈了，太狼狈了，雨好大，不想拍了，拿不了，而且这雨太大了，拿不了。对，而且百货公司很多店是不给拿相机拍 的。这间饭店，这间叫 Rise 嘛，然后。我们睡了几天了，2个晚上了，觉得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，譬如说
枕头很难睡。哎，这是你的枕头让我落枕哎，而且不是只有我，我们全部人都不舒服。它是给一厚一扁的那种，嗯，厚的那个是比较挺一点的，太厚了，扁的又太扁的，扁的超扁，扁的就是薄如纸，你睡下去就没有了。所以就不知道怎么衡量，不要平衡。我们刚才请那个饭店多给我们软的那一颗枕头，叠在一起试试看睡，好不好？欢迎来到礁溪泡脚，这个汤唯，汤唯沟公园，我抽了啦，怎么抽啊姐？针要插进去，好可怕、哦，就像抽血一样。但那水出来是痛。现在是晚上的11点了，看看谁来。终于来韩国了，而且是我第一次。安妞，可是你上次有来啊？谢谢。今天要来韩国体验明星美容室。结论呢？啊，算了，结论就不要讲好了。结论有很多结论。结论有很多结论，就是期待影片喽，期待影片喽。我这支美容室的影片，我不是只是要去体验化妆，也就是要一个小小 PK 的感觉，就同一张妆容呢，到底是韩国彩妆师画的好，还是台湾彩妆师画的好？恭喜寇瑞获胜！而且刚才我在画的时候是没有让寇瑞看一些手法什么，他都不晓得，好吗？期待这间的三一冰淇淋是旗舰店，太可爱了，装潢。普罗米，我刚才是被赠品吸引过来的，好可爱。好可爱哦！它里面打开是这个耶，它的头，它有头，它有滚翅膀，哇！行李箱放得下，哎、欸，这个也超可爱的，我喜欢大耳狗，大耳狗都很可爱，而且它这个很有质感，它就是雾面的，哎、欸，那个 CU 我们素的就要6000呢，这6900，那个是我的，这是你的，是你要的，是你的 ，Kunomi 的棒，那是麋鹿啦，首先是 Kunomi 的配色。发现了吗？有。你发现了吗？有啊，我不是一早就发现了吗？啊、对。哎、欸，君君要帮你补妆吗？我这补起来。好失眠的妆。现在要去逛一间服饰店，然后这个服饰店呢是我们上次来朋友介绍，头妈头是不是？是不是连名字听起来都有点不妙、不对劲？风格也是。就会觉得，怎么可能有什么好衣服在里面呢？很舒服啊，然后很啊，真的很舒服哎，舒服，就是我们买来穿也会觉得软绵绵的，会感觉贵贵的。多少？16400，400块，怎么样？好逛吗？这件好可爱，应该是有够便宜的，我买回去当抛弃式的穿。哇，好多，这个不是你的睡衣吗？400块，对啊，好多吊带，才400块，400块就 made in Korea， 正在流行的男装、女装都有。男装是不是看起来很欧巴？这里真的很好逛，只是要挖啦。它有很多微差度的东西，但是也很多正在流行的东西，很多藏在里面的宝物。对，你必须要挖挖挖。就也是有这种一些丑 T 的部分，像这种现在最近流行的有点工装裙，而且是刷刷布，好可爱哦。这个像这个款式。好好看，简单好看，大概台币800元左右。但是这个可能在网拍，你可能就会看到15800之类的。你买了几件？我买2件。多少？600吧。买这么便宜哦。买了这样子，很多那种才200-300，300-400块的 T 恤，所以买回去当抛弃式的穿。危险。我们在圣水洞，圣水洞呢也是必须要来一下的，有很多好看的咖啡厅、好看的小店。为什么连书跑都做得这么可爱啊？怎么回事？代糖书跑。好喝耶，就是 Fin 啊，就是 Fin 的味道。对，你差不多点完就可以去拿了。奶茶，喝草莓酱。哇，怎么样？很甜。高瑞会喜欢。哇哇哇！哇，我需要一个全糖，全糖奶茶。韩国奶茶真的好甜哦。你不行啊！太甜了。你不爱，你连你都不爱。错了，跟你搞错了，他们搞错饮料要解渴这件事情。
今天竟然我们就睡到了快中午十二点。不要讲出来。好糗好糗哦！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几天被累到了，真的被累到了耶。我们前天吗？前天硬起床的时候觉得伤到 Genki 了，很奇怪。到下午我们三个真的就是我跟仲文还有君君，我们三个人都恍神，根本没有精气神要逛街。三个人都在恍神，很累很累，累到了。我觉得我们伤到了，伤到的感觉就是我们硬起床，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起床，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就商量说，来明天我们睡饱一点，如果醒来起床的时候觉得哎，继续睡没有 Genki 的话就继续睡。就是房屋来的时候我吓到，因为我是听到急速的敲门声，我想说，你知道我下意识说出事了出事了，饭店出事了。我才跳起来的。反正呢我们就继续睡，一路睡到中午十二点，现在已经台韩国时间1:12，我们要去吃炸酱面，有没有很糗？我真的觉得是年纪到了，脱下年纪到了，真的年纪到了。如果我们硬起床的话，会觉得没有那个精气神，这样子也不会好玩了。瑞在穿裤子，瑞你呢？啊，不要，我不要马赛克。去年十月底的时候去日本玩 ，Corey 整个伤到他后面的行程哦。一出门而已，他就开始。我是找地方坐着睡觉。对对对对，他去哪里都是坐着睡觉，他已经伤到了，我们就觉得不可以这样子。哎呦，我今天的耳环怎么那么漂亮啊？这个是我的联名款，这一款真的很漂亮。这戒指超可爱的。戒指真的 Q 哎、欸，戒指大家有买吗？戒指是我的必买款戒指。哎、欸，你不睡觉吗？赶快！耶耶耶！到了，我们要去吃白中原的炸酱面。哦，那是我觉得最好吃的炸酱面，而且一定要吃辣味。真的很好吃，它的糖醋肉也很好吃，宏大里面就有。到了，空空汤种0410。哇，它的糖醋肉也很好吃哟、哦，会回味。小份的，给你们参考。扎实的妈妈面配糖醋肉的小的，其实也很多了耶。对啊，就是我喜欢这样子，有青阳辣椒的炸酱面，我之前都是点一般原味的，第一次点这种。终于哎，应该有开吧。那天来呢他被包场了，哎、欸、他这里还喷烟呢，可以泡温泉。最喜欢这种自助式的，还有多国语言可以选耶，这件也太棒了吧。这个吃蛋糕长得也太可爱了吧。嗯，好像一个道具。嗯，啊 no， 这是什么味道啊？就是它的咖啡不会很苦，对，也没有酸感，不会涩涩的，它这个奶盖很厚，所以它下面的咖啡也不会苦涩涩的，这、上面很厚很浓，哇，好喝，适合咖啡新手。逛街，来韩国就是吃完东西喝完咖啡就逛街，再吃东西，再喝东西，再逛街，这个就是韩国之旅。我们又来马路德了，白色好看哦。我买白色跟灰色，因为夏天。我穿不住的。最近很流行网球系列，哇，好像有点可爱耶。可爱吗？君可爱吗？可爱，但是下下一冰淇淋的电影。绿的还是蓝的？绿的。蓝的。蓝的啦，是这种刷旧感的奶茶色。好的，奶奶试了另一件，这个好可爱哦，小男孩风。
我们忘记带相机脚架，但是呢，江江，我们有30万的脚架。谢谢爱马仕，谢谢谢谢我的手机神夹在这边，谢谢我的阿呆手机壳，哇，谢谢这个墙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它就挨得像垃圾一样的，你看，在下面缓冲，这都是一坨垃圾。四人份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条肉，我只能吃一条半，我可以吃两条。中午还点了蛋卷，这家感觉很厉害，都是在地人来吃，没有外场。等一下，好弹稀的蛋哦！哇哦，哇哦，好了好了。我们这样吃吃到超饱，又觉得好吃，是80000韩元，总共一个人只要20000韩元，不到台币480块。我欠你一个钱，超推这间，直接从宏大饭店搭建车过来，大概10分钟就5分钟就到了。哦，这么近哦，这一间哈中新古记，赞赞赞。早安，韩国的最后一天，今天要搭飞机回去啦。我最后一天的行程呢是医美做脸行程，皮肤管理。昨天晚上就在 GS 先买了个饭团，我买了这个台湾酱汁饭团呢，来吃吃看有没有很台湾。瑞整套新衣服哦，今天穿了昨天买的新裤子，也很舒服。啊，你要早上味觉还没起床啊，感觉是那种卤汁感，随便配的哦。嗯，然后可是配了玉米，搞错了。我觉得不难吃，只是没有那种口味感。很像去欧洲吃中式，他只是把他们中式的豆豆啊，或那个萝卜啊什么都放在一起，然后最后是焗烤。江江，这是我在皮肤管理的店家啦。其实我觉得其他店应该还是有啦，只是。我觉得这里好方便哦，态度也都很好，而且在宏大好近。大家赶快把这个图截图起来，他们现在有微信的中文预约了。你要掐出什么皮肤？掐出什么皮肤？做完呢，就下来逛隔壁的 Couple Friend。哎，对啊，你这就是一套的行程。看一下阳光下的我们。没有，亮晶晶，亮晶晶，好开心哦！这个非常适合当作是你要回台湾前的最后一个行程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对，或者是你也可以来，譬如说你是晚上才到韩国，你就可以先去做。发现一个可爱的猫猫短 T， 而且这件我在女人街看到还卖比较贵，宏大九号出口附近卖的比较便宜。就没有吉娃娃，对，没有吉娃娃。他就在宏大九号出口走进来，你会看到右手边有 A2 House 的店，粉红色那个，转过来就是这间了。很多那种感觉不精致的衣服，怂怂感的，可是还是可以挖一下。瑞典的是一个 set， 皇宫组。这边有中文菜单，也有会中文的店员，所以很轻松就可以搞定啦。我点的是猪肉汤，它还有内脏汤或是综合的混合汤。我觉得这家就是清爽没有负担的那种感觉。这跟我上次最后夜市是一模一样的。 Why do you say